这里、那里，还包括那儿，全部给我严加看守。从现在开始，这里就是皇家圣地，任何闲杂人等不得进入，听懂了吗？是。哎呀，那加勒，我正在思考我们的婚礼，被你打断了，怎么，有什么事吗？那加罗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你看，哇，这是南海的翡翠手镯，这个呢是很名贵的珍珠项链，还有好多好多水晶钻石呢。那这些都是很名贵的东西，如果我们一起闯荡世界的话，就带着这些宝贝啊，到时候我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说好不好啊？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会开心的。天天面对这个刁蛮公主，烦都烦死我了。我得失踪一下，让她找不到我。留言，完美。各位晚上好。驸马晚上好。请问您这是要到哪儿去呀？我想出去转转，我还不是驸马呢。是不是驸马可不是你说了算，既然陛下已经恩准了你和翠心的婚事，那你就是驸马啊。我是什么我自己说了算，别人说我一概不算数的。大胆纳迦罗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喝酒我喜欢，可我不知道什么是敬酒，什么是罚酒。我告诉你，纳迦罗，你本来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大盗，现在你被招了驸马，所以呢你的罪才勉强被赦免了。如果不当这个驸马，按照王朝的律法，你已经死了8回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国王赐我死罪吧。你去告诉公主，我死也不做驸马了。好，那你就等死吧。来人呐，在，把他拿下。是。好，来吧。住手！你是真的讨厌我吗？那就看你怎么理解了。难道你说点话骗骗我都不行吗？对不起，我从来都不说谎话。好，你要走，我让你走。这算什么呀？难道你让我走我就走吗？难道我是这么随便的人吗？你让我走啊，我偏不走，玩笑都开不起，真没品味。不跟你玩了，我睡觉去了。走开，让开啊！